呢兩個有啦，聽日咧朝頭早個堂聽完唔使上，佢話要跟就跟嗰個叫咩指引去上。聽日16號啊，個個星期一次齋咧場上，佢話見面嘅話就下個禮拜再見啦。唔記得講咩，我記得即係9月14號嗰日，嗰日天都係有，不過警方都係擺反對通知書啦。跟住都有人示威，我就出去跑步嗰陣時啊，當我去到嗰個翠湖站旁邊咧，見到有好多人響，應該係入到去總天總嗰度啊，勁多人喺度講嗌口號咯。跟住嗰個 T Town 總部站隔離嗰條天橋咧，勁多示威者嘅食花生，因為防暴喺嗰個天台醫院嘅十字位嗰度布防啊。第二次經過嗰度咧，見到一個小姐姐喺個用嗰啲膠紙封住個電視咧，總之都係嗰啲小姐姐喺個十字位嗰度走人啦。咁因為前面有好多防暴啊，咁另外啲防暴都喺西站嗰度，幾架水炮車好似喺平下路駛過，跟住咧，我拍完舞之後咧，佢呢個玩單槓嗰陣就見到一個戴住黑色口罩嘅人喺度玩單槓，應該是小姐嚟嘅。有邊個需要？有邊個係咪都戴口罩出街啊？示威者最多，又話幫人整底啊！跟住我見到遠啲嗰個花草嗰幅牆度俾人塗鴉，寫咗咩呢樣嗰樣嗰樣唔知啦。誒係啊，18年我喺神武嗰日，嗰陣都出到好熱，30幾度，但係咧，去到夜晚就開始橫風橫雨啦，因為嗰陣超人頭嗰山竹仲未打落嚟嘅，第二日先打落嚟，禮拜日先打。
台湾演戏有什么特别？反正我还是对见到几班人，揸车揸车见到见到，唔系，话唔好啊，揸车就把几把加揸车把炮咯，跟住之后做步兵嗰时候就督烂啲表嗰度。不过咧，琴日有一班漫花童啊，对面队嗰两嗰嗰应该三四个人开 A 嘅，有一个叫咩？阿蘇啦，那個名字飛機佬，佢話佢講過佢自己揸住個雀仔手18000幾個，我俾佢對咗三次，第一次係升機，第兩次後，跟住第二、第三次係知得個女攞住個資手律師啦。問題係點解去到邊度都好似見到我咁滯好似係嘛？即係簡單嚟講，好似開透視咁樣見親我對。四個專家嗰啲語音都搞掂啦，基本上就開場就每個專家都有五個，除咗個 Boris 四個，咪點解 Boris 有四個咧？好似即係我上年都有六個啊嘛，咁其實可以話原本有一句叫做咩 Nothing the group grasps of all my heart， 呢句嘢唔見咗嘅。咁你話一年裏面邊個專家語音改咗咧？就係、是、呢個叫咩咧？透視個韓國妹啊！另外嗰個忘機嗰個人就多咗一句嘢。我記得個韓國妹以前嗰啲開場白好似係啱啱開書嗰時啦。不過依家就個個好似正直曬咁樣。最終就是這個語音的開場，每個專家五句話，跟著 stand by 的時候每個都三個。你有沒有想過去集齊曬所有的那些語音是很難，因為呢你五句中一句是五分之一，又或者每次我揸一句的時候是不是都是同一句說話，嘥好多時間。好了，中秋节了。
聽就唔使上個堂，都好咁都好啊，唔使下都咁早起身。但係咪都九點鐘、九點鐘、九點鐘？話實一個四三個六嗰樣嘢仲未有咯，啲人都應該開始到度橋噶啦，但我哋係唔知嘅。嗰啲即係你話我 free， 你話可以 free 曬冇問題，但我要知道界拉，琴日都講咗啊。